瓜哥竟被当情趣用品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就在我们的右手边，真人打造，而且是橡胶的一个材质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卫生，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情趣界的无情按摩师，连瓜哥也不放过。吃什么东西可以舒缓失恋的痛呢？喝酒伤身体，吃药不好，服用泻药。哦。欢乐吃东西，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，卫视公门台。